由航魔的引申出嚟嘅游戏节目《航魔的捉妖游戏》啊，率先登场。呢晚凌晨时分，几位就先要拍摄一幕的士撞车戏，拍游戏节目拍到有动作戏，师贝、阿 Bob 佢哋都心情有啲忐忑啊！好惊啊！好惊啊！蔡师会惊啊！蔡师会惊啊！你听过未啊？未咧。使唔使亲身上阵嘅？我都想嘅，跟住但系佢哋一听见我个名字就话你唔使啦，因为你好黑仔嘅，你拍亲呢啲都濑嘢。呢次《航魔的捉妖游戏》除咗呢八位参赛者之外，点少得剧中一班灵魂人物，好似马国明、胡鸿钧、黄志文佢哋啊。再加上一班客串演出的藝人串連遊戲，增加可觀性。做一些game show 入面一些串連的環節，見翻嚟嚟啦，我又可以做翻啤啤啦，咁都好開心嘅。